各位参加2023全港中小学非标锦标赛的朋友，你哋好，我是 Cathy 梁宇欣。如果不认识我的朋友，稍稍介绍我自己先。咁我是香港的女子非标运动员，亦都是易正池啦。2016至2019年的香港女子飞镖排名冠军。咁疫症过后咧，由上年开始咧，我就嚟咗日本发展啦。咁所以今日我同你哋一样咧，都要打比赛嘅。咁你哋咧就打紧全港中小学嘅飞镖锦标赛啦。我咧就会去打 Japan Pro 啦嘅 Ladies 嘅赛事啦。咁我而家就喺横滨呢个地方嘅。咁所以我自己比赛嘅时候咧，都希望同每一个参赛者加油啦。咁其实我参加飞镖比赛都成为职业嘅时候都有一段時間，但當初咧真係開始飛鏢嘅時候咧，都冇諗過可以成為職業嘅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，如果一個興趣可以變成職業咧，都係一件非常美好嘅事。咁所以咧，唔好睇小你而家嘅興趣啦，唔好睇小你喺飛鏢嘅才華，或者你可以命中一個雄心，唔係咁簡單。可能呢一個小小嘅雄心，呢個小小嘅夢想咧，有一天會好似一粒種子咁樣可以發芽成長，有好多新嘅可能性咧喺你生命裡面出現嘅。咁所以祝福每一个今日参加比赛的朋友，希望你们可以发挥到最好，希望飞镖可以在你生命里面带给你更加多的可能性，可以连接到更加多人，希望今日大家都 enjoy that 啦，加油！